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六月十一号嘅啤李漫步，点啊？今日个 backdrop 系家驹嘅咧，应该就系琴日咧系家驹嗰个生忌啊，应该就系62岁噶啦。OK， 如果家驹仲在生，咁当然我哋今晚都会播下家驹啲歌啦。嗱，今晚咧大家真系要留意啊，有几样嘢要留意啊。第一咧就系要留意你嘅即系睡眠啦，好好咁调节自己嗰个即系作息啊，系嘛？咁啊，于是乎我哋星期五開波啊嘛，歐洲國家杯啊嘛，喺呢個咁沉重嘅氣氛底下咧，即係好在都仲有波睇下，咁如果唔係你真係唔知點算嘅 ，OK， 此其一啦。咁其二咧就係咧，嗱一定要留意我哋今晚嘅節目，今晚我哋會預告，我哋後嚟嘅嘉賓。咁呢個嘉賓咧，當然啦，咁上個禮拜都講過嚇，咁呢個寫真女郎有乜咁好預告啊？話呢個 much more than 寫真女郎得太多啦。OK， 咁我一陣會慢慢介紹。咁啊，當然啦，呢兩日咁我哋都聽下。好可惜而家冇菱格風啦，記唔記得以前菱格風？係啊，菱格風啦，係。以前菱格風咧，即係好似有啲帶嘅喎，有啲帶俾你嘅。咁你可以學好多語言嘅 ，English 就梗係有啦，咩普通話啊、西班牙話乜嘢話都有嘅，都唔平啊。菱格風嗰陣時都～講緊，我諗即係二三十年前嘅產品嚟㗎啦。咁但係而家唔緊要嘅，我哋上網都可以㗎啦。咁但係咧始終梳到尾，往往都是中國人嘛，係嘛？對不對啊？台灣嚇，他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是一回事。但是我們就是說溝通不了也可以寫啦。啊，對不對？對啊，還有身體語言啦，係對不對？對。咁我哋星期四咧，其實後日嘅啫。我們的嘉賓就是在台灣會。啊，到哪山岗啦？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有，我真的告诉你们啦，你们有怎么说？有情意的，星期四过来先买一本写真。好 ，OK， 记他签名，好不好啊？好嘅。有冇送印先？你们一有送印，有什么印啊？可以啊 ，Gilly， 没关系，先买一本写真，对不对啊？吓，是25块还是30块？我又忘记了。好便宜啊！我们写真，因为我们星期四的节目一出书啊，我就不买那个写真啦，我要一套都买，就是说第一期、第二期、第二三期、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第七期，我都不知道什么，一拼才买给你们。要是你星期四之前呢，就是可以买一本就可以，就对，OK。正过个林湘好似话，正过咩啊？林湘咯。林湘系边个？台妹都出名，我不知道，我不看的，我就是很专业的，我就是看日本的。系 ，OK， 因为你为什么你知道我不看台湾的？台湾的他有戴套子啊，你知道吗？台湾的一定要戴套子的，因为要是你不戴套子是犯法的。所以一定要戴套子，戴套子就不好看嘛。对不对 ？OK， 好啦，咁我哋咧就嘭嘭声啦，今日都多话题嘅。OK， 嗱，首先咧，咁梗係回應翻上個禮拜咧，咁有兩個中院嘅非常任法官就辭職。嗱，今日咧又話咧，嗱有個加席嘅法官叫麥嘉林啊，就將會喺下個月底，即係個任期個約滿啊，就話退休。OK。咁啊咁如果係真嘅咧，呢個消息即係呢個加拿大嘅法官嚇，咁就係國安法即係立法之後第九名離任嘅法官 ，OK？ 咁啊，當然啦，佢話佢退休80歲嚇，咁大家即係自己去理解啦。好啦，咁上個禮拜咧 ，OK？ 咁啊，我哋就講咗呢個確廉師啦，即係佢就即係已經有個好簡短啦，都大約係話而家嗰個法治情況唔係咁理想啊之類，咁啊於是乎咧就佢都覺得唔可以再即係繼續做落去啦。咁啊跟住咧就係嗰個岑耀信啊嚇，這個哇佢個名真係拼得好好喎。嗱佢個 Jonathan Simpson 咁樣啦，即係咧呢啲港英唔好話漁業啦，即係去揾翻啲識中文嘅人同佢哋拼咧。即係音譯意譯都好好，其實香港嗰啲官啊，就由以前殖民地咧，即係全部都拼得好好嘅喎。諗過嚟啊，佢對英國唔係佢哋真係揾識中文嘅人、識英文嘅人去拼嘅。嗱，Sumption S U M P T I O N， 岑耀信係嘛？
有即係如果用中文名，我哋都覺得無論讀音啦、個字體啦、字嘅意思啦，或者確廉詩係嘛，呢啲係好好嘅名嚟嘅，真係都係係嘛。好啦，咁啊，其實就尋晚咧就發表一個聲明啦，即係撰文咧離任後。咁就話對香港法治即係而家面臨嚴重嘅危險，一陣我哋先講佢大約個內文啊。咁啊，其實咧都估到啦。我哋睇翻呢一單嘢咧，即係我哋要咁講啦，係嘛？我哋用陰謀論講佢咧，就話呢兩條友呢啲咁嘅契弟，法官嘅契弟係嘛，攞咁多錢。OK， 啊，原來咧喺六月二號咧。英國獨立報咧就踢爆咗佢哋個新津咁非常好啦，係嘛？咁原來喂一個月唔係一個月啊，即係每次嚟有40,000磅，另外即係審理案件一個月嘅啫，最多為期係嘛？超時啊，補水咁啊，輪住嚟嘅一般嚟講啊，咁國安法案件就唔使噶啦，自從有國安法之後，咁啊包埋啲當然頭等機票啊等等，咁呢一個價錢咧，咁喺英國嚟講咧。咁啊，當然係相當好啦，即係我唔記得啦。好似我哋嘅偉大嘅首相都可能係100,000港幣咁樣一個月嘅啫。OK， 咁啊，對一啲咁樣嘅即係做法官、做律師嘅英國人嚟講咧，哇！你咁樣40,000磅，真係好好高喎。OK， 好啦，咁原來獨立報踢出呢個報導之後咧，咁當然就會喺預計得到喺英國入邊咧。咁又會有啲內水，其實咧喺較早好多嘅時候已經有唔同嘅團體組織咧，就要求即係國安法成立啊，23條啊，即係國安法之後又有咁嘅聲音啦，一直都有啦，會後來靜啲啦，但係23條之後又繼續有啲咁嘅聲音啦，就係國內有啲譬如話咩 Hong Kong Watch 或者唔同嘅政黨組織啊，都即係都呼籲即係嗱喺香港做非常任即係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嘅英籍法官咧就。離職就唔好咧 endorse 呢一個所謂嘅即係破壞法治嘅政權啦，即係佢哋嘅意思。咁但係呢兩條粉腸咧，即係我好老實咁講，只不過係呢一兩年前、兩三年前咧，都仍然係講啲好正面嘅説話，而且繼續係留任嘅。賺多幾筆先啦，佢哋。似乎咧，即係我哋唔使講乜嘢㗎啦。似乎就係因為而家真係獨立報踢爆個人工個薪酬。因為之前其實我哋都唔知係咩薪酬人工啊嘛，嚇咁啊喂樣衰喎，於是乎咪辭職咯，而辭職咁啊當然要繼續去唱衰你哋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有陣時我哋咁睇啦，佢嗰啲品格就係一件事，佢講嗰啲係咪事實就係另外一件事啦。而家 OK， 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嘅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張舉能咧就話：喂，指控好嚴重喎！喂，我真係想問下即係張法官啦，咁佢指控嚴重點先？你而家點啊？佢食啦，係啊，我翻佢拉佢啊，係嘛？屌鳩佢咯，係嘛？咁啊跟阿超哥更加好笑啦！我哋嘅特首嚇。喂，法官嘅專業就唔係政治啊，即係話，即係意思就係話，屌你識條鐵咩？嚇、啊，政治嘅嘢嚇。喂，而家法官咪同你講法律咯，哦、法官冇同你講政治啊。佢都唔係同你講政治。佢同你講法律喎、啊，佢個法律事實上嗱、啊，如果我睇，因為阿沈耀信咧，佢就俾其實如果正式睇翻，如果大家記得，我唔喺度再 call 郭廉師嗰篇啦。係更加直率啊，坦白地講出佢感覺嘅狀況。OK， 佢講咩咧？大概佢首先喺《金融時報》度撰文啊，哇！呢啲真係別有用心啊，《金融時報》咧真係好多外國勢力咧，即係始終係 finance 啊嘛，佢哋會睇嘅，即係類似我哋《信報》咁樣啦啊嘅必讀嘅報紙嚟嘅。佢話香港曾經係一個充滿活力同埋政治多元嘅社會。正慢慢變得極權，法治亦都受到嚴重嘅損害。哇！佢用呢個曾經啊，佢又喺入邊話啊，國家安全法同埋煽動啊顛覆國家政權等等條文咧，嚴重限制法官嘅行動自由，即係限制咗佢哋行動自由。嗱喺呢度，佢呢度冇再寫噶，大致係因為咧，點解話限制行動自由咧？因為佢哋認為。呢、这個唔知係佢哋真心相信嗰樣嘢啊，定認為咧，因為香港咧嗰、那個法例咧，最後嗰個解釋權啊，其實喺個人大度啊嘛。咁即係話，你就無論點判都好，只要一人大釋法咧，
你咧就冇辦法啦。既然個權力，我哋個法例啊，個解釋權喺個人大嗰度，無論佢點樣解釋，我哋咧法官就只能夠跟住人大釋法嗰個解釋去判案，所以你冇咗自由。嗱，某個程度其實都係卸鑊嘅。咁既然你唔，我覺得你唔係今日先知呢樣嘢噶嘛，係嘛？咁點解你又收多幾即係幾年前咧？直至可能你哋收到風，有人會踢爆你。六月二號，即係老實講，你金融即係獨立報咧做呢個踢爆，即係英籍法官擔任呢個香港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做呢一個報導之前咧。喂，我哋冇咗個專業記者揸證，咁你涉獵多啲啦。佢諗都諗到啦，嗰啲記者一定亦都會問下，嘗試問下而家仲喺香港嗰啲法官，或者之前做嘅。喂，點解你會喺度啊？你有冇諗過唔做？佢一定會問呢啲問題㗎。嗰啲上訴呢班友係支持定反對？哎，嗱，一陣我哋先講係啦。所以佢哋係聞到陣味。獨立報，咦？屌你老母，人哋做鳩我。於是你睇翻個 time， 即係個時間足啊。人哋六月二號出咗段嘢。咁你咪六月三四號就辭職咯，六月七八號咪有第一篇聲明咯，就係、是、呢個確廉師嘅。而家阿岑耀信咧就講到咁大喎 ，OK， 好啦，佢首先佢文章入邊呢個係阿岑耀信篇文章啊，佢提到四十七人案嘅判決，佢話判決意味住否決預算案咧，就並非向行政長官施壓，促使佢改變政策的允許手段，即是不准許的。他說而這些呢即使這個決定在法律上站不住腳，都不代表法治已死。即是說呢，他其實認為那個呢，因為其實那個寫在基本法度嘛，你否定即是財政預算案是可以的嘛，所以他認為這個判決呢是站不住腳的。不過縱然是這樣，他都不認為香港法治已死。他正式認為香港法治部門日益萎靡不振咧，係因為 OK， 我哋嘅法官又要驚國際所謂個國際美國制裁，會又要睇住中國嗰台戲，根本係唔可能嘅。OK， 喂，老實講，你問我呢、這個你其實你睇落去咧，阿靜，佢其實咧就想將自己嘅不濟不堪咧歸咎於做磨心。咁我又好簡單啫，咁你可以唔做磨心噶嘛？屌咁簡單啫嘛，收錢噶嘛，磨心係咪先？屌你歸咎於中國嗰邊又咁樣，美國又制裁我，令到我哋好唔自由。喂，嗰、那個判決即使站一個判決喺法律上面站唔住腳，竟然都唔係意味法治已死。咁我都覺得係嘅，一單半單就，但係我哋啲嘢要累積噶嘛。好啦，佢話第一個問題係出於個國家安全法同埋煽動叛亂相關條文啊！佢夠膽講，我真係覺得我都幾佩服呢個岑耀信佢限制咗行動自由冇啊？冇啊！你睇下一陣，我哋會講翻佢對於呢啲案件嘅判決啦佢話法官知道，如果佢哋一個判決係中國政府唔中意嘅，佢哋可以透過人大釋法。OK 佢話。2019年嘅情況的而且確令人震驚，但係普通法足以應對。但係當局偏執想以國家安全法鎮壓和平嘅政治意義，有媒體關閉啦，有媒體嘅編輯因煽動正受審啦，有團體解散啦，更加有團體領袖被捕，即係佢係好清楚知道呢一系列喺2019年之後發生嘅嘢。之前冇出聲啫。係啦，所以呢條友咧嗱，我唔係話佢而家講嘅啱唔啱。我真係覺得佢記得相當契弟嘅，其實呢條友相當契弟，即係而家就喺度人人異議喎，好嘛？哇！你啲幾撚契弟啊？佢又話：而家香港有一種社會有一種壓抑嘅氣氛就當某啲案件有保釋或者無罪釋放咧，就會有引嚟一啲鼓噪，有一啲人一啲愛國情緒又出現啦，即係講嗰班藍絲啦。嗱，呢啲全部都係客觀嘅事實，但係咧，即係有陣時咧，人咧就冇咁著數嘅。阿岑耀信，你又要舐錢，然後人家又要攞政治牌坊，臨尾屌你尾有冇咁撚可怕？有冇咁撚可即係咁撚著數先？好啦，我哋睇下點解先。其他嘢唔好講。即嗱，佢另外咧嗱，其實獨立報咧即係講話踢爆你嘅薪酬嗰度咧，除咗 call 佢之外咧，仲 call 過另外一個叫何富明，較早時候應該離咗職噶啦，何富明定係未離職啊？都係一個即係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啦。我淨係睇岑耀信，佢有個咩判決先？
嗱，岑耀信咧，佢好嘢喎，佢係有份處理嗱，聽清楚啦喎，2021年赴湯盜火案 ，OK， 被判無罪嘅湯偉雄 ，OK， 就係赴湯阿湯啦，赴湯啦，同埋2016年魚蛋革命暴動罪成嘅盧建文嘅上訴案件，咁佢哋當然係做上訴案件啦，佢哋即係咩噶嘛，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啊嘛，兩單嘢合併審理，釐清暴動同埋非法集結罪嘅定義，同埋普通法下嘅共同原則。喂，咁於是乎呢兩個人咧，喂，大佬，湯偉雄咧，嗱，盧建文就上訴駁回，湯偉雄咧就維持原判，即係其實兩個咧都係有罪之身，同時被裁定係共同犯罪嘅原則咧，就唔適用於暴動同埋非法集結案。但共同犯罪喺過去嘅時間咧，啊，其實係適用於埋於好多案例啊，喺暴動罪同埋咩嘅，你點能夠會覺得喂，屌你兩，我唔喺現場度，你覺得我係主犯咧？又或者現場我冇做嘢，你又覺得我係即係共同參與咧？係嘛？咁好啦，一般嚟講咧，嗱，包括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咧，都認為佢呢一個終審法院咧，即係岑耀信啊，嚇呢一個裁決咧。是開先河，令到非暴力者咧都有機會被判入獄嘅。嗱，呢個就係佢當下判決，佢駁回盧建文個上訴。OK， 而阿湯偉雄都係維持原判嘅。OK， 即係話咧，鼓動、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罪，就算你唔在場啊，都可以按重犯罪行咧，懲處同主犯同等嘅刑罰。嗱，呢一個就係岑耀信嘅，即係而家咧要攞光環呢個律師咧，之前賴得嘅判決嘅。咁但係呢一個又要咁講，我哋咧都係咁講啦，不因人而廢言嘅，係嘛？咁佢今日寫呢篇文章咧，有冇咩價值咧？咁啊，大家自己看中國嘅考慮咯，係嘛？即係不過真係好靚契弟啊，啊，你有份噶嘛？好啦，咁啊，麥嘉林嗰啲我唔講啦。李家超 ，OK， 今朝咧，李家超今朝回應好多嘢啊，喂，佢話咧香港法治倒退喎，慢慢變成極權城市喎，岑耀信話 ，OK， 咁佢就話咧，法官嘅專業並非係政治，頭先講過啦，法官係可以有個人政治取向，喂，究竟可唔可以啊？噏乜撚嘢？屌你兩母閪！喂，嗱，如果喺以前嚟講咧，咁。我哋都聽慣㗎，譬如法官，可以有政，任何人都有政治取向，你唔亦都唔能夠唔俾人有政治取向，不過就唔好表達，要秉持中立，包括公務員。嗯 ，OK， 你而家就變咗佢可以有政治取向 ，OK， 可以按可以中意或者唔中意某種政治制度，即係而家唔中意啊。但法官嘅專業係按法律原則去詮釋法例。無論佢個人對法例有任何政治睇法，其實我真係唔知道你講乜撚嘢。嗱，其實咧，你不如直接講啦，好似我俾你咁講咯。呢啲咁嘅契弟，有錢收，屌你就乜撚都得。而家咧，屌你俾人踢爆咧，收咁多錢咧，喂，佢收少錢咧，佢都冇咁尷尬喎。因為你仲可以話喂，我想喺度及住香港啊，定點樣啊？我屌你收咁多錢喎、啊！同埋呢班有政治嘅取向，你估有冇影響佢判決啊？當然有啦，呢啲唔使講啊，係嘛？即係問心嗰句，你淨係由先去講嗰件啊，14人被判有罪，即係唔認罪嗰班啊，即使喺法律站唔住腳，但係都唔代表破壞法治。其實我都唔知道你講乜嘢。OK。香港是困難的，真係非常困難。你只係睇下呢一排咧，今朝我同啲老友傾偈啦。咁我老友咧，佢嘅專業咧就係凍肉嘅零售批發，就唔係同我做緊生意嘅，即係另外啲朋友嚟。咁佢係即係老行專嘅。佢竟然同我講咧，佢話呢幾佢識嘅所有人入邊，即係生意上面係冇一個人賺緊錢。嗯。咁其實你亦都想象得到啦，係嘛？即係老實講，你話香港要有生機，有啲人咁樣諗啊，有啲人咁樣同我講，我唔夠膽聽單曬佢，但我仲要諗下先啦。佢話：首先就係你一定要推倒重來咯，即係譬如啊，你啲租金啊、啲人工啊、
各樣嘢要同深圳相約，即係可能我哋都揾翻六七千蚊、七八千蚊人工，你先有機會去競爭。嗱，先唔好講話你推跌佢，即係話慢慢跌落去，軟定硬着落，我哋個痛苦度有幾高？我唔好計嗰度住先。我喺度諗，就算我哋平到咁樣，係即係平到同我一樣啦，唯有要競爭。你有咩優勢咧？以前點解咁貴，人哋都要嚟啊？而家平人哋都可以唔嚟嘅喎，你老實講，你俾我，如果我係外國公司，我諗住要投資中國嘅話，我唔嚟香港當然有原因啦嚇。喂，我投資深圳，喂更加近，更加清晰，係嘛？喂，起碼我清晰啲喎，知道有好多嘢，唔會咁矯枉過正喎。再唔係你話要人咩？我喺香港請人上去，大班人願意上去喎。而家啲環境嚇。你話相約我哋嗰、那個洗費去投資香港好啲，咁乜嘢好啲先？管治好啲，法治好啲，定乜嘢好啲啊？喂，我真係唔夠膽諗啊！如果你用呢一個方向去睇咧，即係其實喂真係好難搞喎、啊！你咁樣，好似仲要衰啲添喎，啲嘢又貴過人。喂，你好簡單啦、啊，我哋呢啲我哋俾小紅書説，你實有睇啦。喂，小紅書啲網民話：喂，以後真係唔好諗落香港睇波睇馬喎、啊。一喂屌我哋都喂我哋喺深圳啊，唔企起身都未使俾人拉啦，大佬。嗱你喺度噏啊，好噏啊，梗係搞你啦。其實都未必啦，但係喂我企起身或者我擰轉咗面就拉，唔係話唔諗好喎，香港睇波啊，小心啊，大家咁樣啊。OK， 好休息陣。